戏啦。要。玩游戏之前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蜜飞要出写真书啦。哦。你要再宣传一下你的写真书。那个我的写真书不能这样宣传啊，是四月的时候就会贩售。你这样就没有会买，他们会以为是肥宅。我现在在 cos Sandy 啦。那蛮像的，真的太棒了，拍谁？正常的，就是四月 PF 场的时候会贩售我的新写真书。呀，恭喜！会有傻逼死。真假的，真假的。傻逼死就是九面穿比基尼到现场帮我卖。你说现场会有傻逼死哦？现场还是内容？内容会很厉害的吗？很厉害。你智障哥哥都不知道哦。或者没穿衣服。废物啊！你刚才叫我废物吗？没穿衣服。废物。被肥宅呛废物。晚上不去挑砖了。那买皮挑粪。挑粪好像2000块啊，而且比较多，比较好赚。OK， 比较苦啊，挑粪那么苦，挑粪很苦吗？很臭啊！哥哥靠你了。可是砖头也很辛苦啊，都很辛苦，都很辛苦。不是我废物吗？没关系，你还是我哥。好啦，可以。你是废物哥哥。废物。好啦，总之要记得支持一下写真书啦，好不好？然后呢，接着下来我们要一样设飞镖。好，设飞镖来决定游戏。如果是设1到10的话，就是玩 Switch 里面的 One Two Switch， 像是选那个。是的，但如果是11到20的话，就是玩我们的新游戏《炸弹超人》。炸弹超人也是用 Switch 玩。好，是的。然后米菲跟九妹各设一件，因为他们还没射过。对对对，射，今天还站在黄线广场后面。你要马上射，是不是不用试射？还好吧，他很会射的。哦，你要坐在那边吗？狂射！你们要坐在那边吗？哎，九妹，我相信你哦，哥哥哥哥。我想换女主持人。你不要叫这个，你叫这个，他可能会射歪，他会软掉，他会手抖。哎，妹妹想玩什么？我想要回家。我没有肥宅妹妹啊。真的吗？对，我有妹妹很正的。你射就好了。我射就好了。我是把脚开开。你说1到10是什么？1到10 Switch， One Two Switch。好，我有点想玩1到10，那设个1好了。设1真的。哥哥。哎呦。哎，果然就哎。18。一隔壁的18。刚刚是炸弹超人哎。也很好。我们没被射，还射一次啊？没有，我们要先让他们各射一次啊。我先让我们练习而已啦。他刚说他不用练习啊。哦，你不用练习，那换蜜飞练习可以吗？我蜜飞有平常有在射飞镖的习惯吗？我帮我们你平常会射吗？没有，我没有射过耶。不会射是不是？对，我不会射。你们两个对话怪怪的，不好意思。魔力很多。那我要走远一点。魔法师哦。好恐怖哦！价值支持100，没关系，我应该这样子，生命还会在。我觉得 cos Sandy 好 ，cos Sandy 甩过我们这里。不会啊，甩枪哦！你防御有点满 ，Sandy 保护我。哦哟！来，再射，我们到他射中为止。射，你可以连射2个小时吗？哎呦，二，这个角度，哎呦不好说。OK， 那就是一个 One Two Switch， 一个炸弹超人。好，那 One Two Switch 他再射一个。那个啊，号码，号码要玩几号的游戏？对，蜜菲你再设一次，因为 One Switch 有很多号码。好，了解。你们都用这么危险的方式？对对，没有这个游戏，高额保险。这游戏很和平，是我们。不是，太大力了，好恐怖啊！你们的节目是有保险制度的，对对，有保险，有保险。你们台湾人寿保护你，不防保护啊，什么之类的。蜜菲很猛哎。为什么啊？今天超龙，我现在站前面瞧。没关系，没关系，你在瞧不起我是不是？我就射给你。为什么不行？你是哇，18，然后这个完全是 Switch 的18。你刚刚没有看到，你们刚刚都没有看到小帅哥刚刚怎样，对不对？刚刚他那个第一标超猛烈的时候，小帅哥直接这样，抽了一下。我问你哦，万智 Switch 要多射几个，让你准备吗？也可以。那九妹，好，哈。那先玩好，那九妹你再帮忙射2只，两只是不是？对，这样子就有3个游戏让他准备。好，射，17，所以是17、18跟1，17、18。哎呦，你预告中一，真的中一耶！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到隔壁绿棚玩 One Two Switch 吧。好，走 ，Let's go。那个麦小心不要掉喽，如果没有夹的话。好，都是放在没关系吧？没关系，没关系。Go。有够难移动，对肥子不友善啊！真的，哎，还好吗？可以。
对啊，一十七十八，所以先玩一。咦，那我们这边讲话会收音吗？会，不然我们这边是默剧风。他现实不是跳的没有声音吗？没有，跳的也有的时候也是有声音。他会，对，都有，看你有没有带麦。不然就是我们这赵绿红来之后，我们这所有的人全部在那边的。猜说，所以先玩一嘛，对不对？一是又要吃热狗。没有，一不是，他怎么？开始。Game select。一，干嘛？我现在在上英文课，好吗？对吼，我忘了你有讲，他有请家教。废话，我现在要请家教哦。帅哥家教，我们老师是很帅的，你问 Sandy 就知道。会呢，对啊，还哦，一是接电话哎。好来，那当然要让九妹跟。哎，可是他英文版的超级怪，我们上次玩就只有一个声音。真假的？真的。一量就马上。他有没有一个选项是 fake？有假声假铃声，对不对？假铃声。哦，所以这个是只有铃的。那我们要把这个拔掉。哪一个？黑色的里面有个扣环。哦，扣环。把它拔。来，我们一边跟九妹来玩。可是这个是游戏是什么？我第一次玩耶。就是听到声音就马上截起，一量就拿起，就把那个摇杆拿起来，看谁快，看谁比较快哦。对。哦。我来。要按按键哦。不用吧，拉起来就好了。哦，要按那个啦。对，我先把它 lock 打开。lock。不是在刚讲。哎，是你不要像我们女生哦。我看成 L O K。好了，那是哎，右边是，右边是这只吧？对。好，那是你跟咪菲先好吗？好。来，两位请就位。你们眼睛要对看，你们要先对看。这个游戏眼睛要对看。Answer the phone as soon as it rings. Hello. Answer nice and loud, just like that. 闭嘴啦！Now face each other. 你手不要越来越靠近，我告诉你。Start. 这边有交到男朋友吗，妹妹？哎，跟你屁事。要来喽！要来喽！啊！阿伟。阿伟。耶！你还伟？你慢他很多。喂，我们两个超慢。对呀。正常要零点七。喂。放着，再一次。不要，不用回吗？不用。再一次。可恶！可以。再一次，可以 say hello。对啊，他都说 say hello 啦，你就这样才输了，你知道？我说你讲了 hello 吗？哦，没有，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玩游戏的一个象征。对，好。他等他是不是？等他一下。要按键。哦，按，随便按一个键吗？哎，好。有了，按加。先确定。好，你们可以等字幕提示出来再互相看对。他们两个现在可能在酝酿情绪。他皱眉头，好笑。Ready， 你看他又出来，输了肥仔，走太近了吧 ？Answer nice and loud, just like that。你会不会直接握起蜜飞的手？哎呀 ！Don't answer the phone。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假的。Now face it。哪一个是真的？这么 Start。哪个是真的？刚刚那个拎的那个是真的，就拎乱的那一个。真的聪明，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啊，没有，这是真的，不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百分之百是真的，真的。喂，没人接到，没人接到，没人接到。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真的。为什么你不接啊？啊，我不相信。对，300万的 case 就这样没了。什么？来，500万你要来了。啊！拆片吧 ！DQ， 犯规，出局。我都这样接电话不行了。然后我就跟你说，这对你。你好，8加9接电话吧。对，8加9。8加9。发小啦。好炫哦！我们看一下17什么好了，好吧？因为我们上次玩过这个，所以我们看一下上17。我怎么记得17、18好像上次也玩？17好像也有玩过哦。哦，是棒球的，然后我们都升到差不多的哎，我自选好了，好不好？嗯，来看一下哦。哎，这个骰子上次柴哥他们有玩，那个很难，我觉得超难的。超难，那个我还搞不太懂他在干嘛。挤牛奶没有玩过啊？那个宝藏箱你有玩过吗？有，猜着转。我们玩那个什么？不是那个模仿的卡比。哦，那个这位。
要拿的这个是吗？这个是什么啊？就是你要学做，你要学对方的动作。One, two, three, four, pose。Cop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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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Oh, switch. 兑换. One, two, three, four. 一个人三次就对了。嗯，一个人三次. Copy. Pose. Copy. 好可爱哦。好，都知道了吗？好，那我们先派米菲对上的是卢比。好，变我了。对的，那个。这边，包皮哥加油、啊！包皮哥，包皮哥，这么快就融入我的心。哎、欸，包皮，包皮，真的，为什么你也跟着掉？这样好了。那个套在手上，以防你那个。对对对对对。包皮，包皮，包皮。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包皮，包皮，包皮哥。割包皮吗？这是割包皮，你割包皮那个。我的订阅歌就这首。对啊，泌尿科医生。喂，加入，请加入。好。啊，我手。Get ready for a dance. Hey, 我被打了。Don't stop copying your opponent's moves. 我被打了。Player goes first. 哪交换啊？换边，换边。That's when you strike a pose. Then it's the right player's turn. Copy.Copy your opponent. Do this three times, then switch. So, be mindful of your surroundings. Okay. You face each other with your hands in front of you. 好，好，按这个嘛。对。All right. Let's go. 这一次米菲先哦。One. 看着对方的眼睛。看对方。One, two, three. 摆 pose. Pose. 哇！太难了。Copy. Copy. 哇 ！Good. Pose.Copy， 哎呀！哦，换边，换边，换边，哇，好强哦，卢比！哇 ，Copy， 哎呀 ，Yeah，Copy B boy 的意思，对啊 ，Good， 好，猴子，对 ，Yeah， 哇，这样有分出胜负吗？两边的。百分比哦，对，百分比是多少？零趴就好笑了。哇！我居然输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我很投入啊，哎。那换我跟 Sandy 好了。好，然后等一下那个，嗯，好强哦，你摆 pose 瞬间，开玩笑 ，pose 王。Play again。Play again， 为什么你今天改这么好讲话 ？Play again，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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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 下面 again， 连接好顺了，在那边哎，连接好顺哦，这个小 copy， yeah， 好，有啊，按下去，准备好 ，Get ready for a dance， 你要是我先来，我不会，他会讲，方向搞不清楚，我也是，对，我好不会啊，怎么办？你知道如果你是故意接连做那个脚很快的动作，你就被羞耻了，那小一点。今天就穿口可以吗？可以啊，我还行，我先 pose 啊。对，开场啊，先自首。哎，不用按那个，直接开始就。Three, four, pose. Copy. 下不去。Yeah. Copy. Good. Oh. Oh. Switch. 换边，换边，换边。One, two, three, four, pose. Oh.阿东，你看不到。哇！超故意的，好贱哦！好贱，超级故意的，超级故意的。粉丝应该会很喜欢。太故意了，太故意了。按住 A， 按对 A 吗 ？A 可以了。那我是拿着就好了吗？拿着就好，然后拿着就好了，它是感应的。Copy， 加入。好听，好听。好啦，现在 Get ready for a dance battle。在一次之前，然后到那个。Be mindful of your surroundings. Face each other with your hands in front of you. 举起双拳。好。OK。Alright， 好，九妹先，好，我先喽。哇，他这个超闪，真的假？九妹会输哎。Three, four, pose。手手手手。哈哈哈哈哈。Copy。哈哈哈哈哈。Pose。
我好厉害啊！如果明天康超，你干嘛？所以其实对于那个肥仔，他其实只会侦测你那只手的动作。对，所以你手举的一样吗？对，应该决定点是在于你那个动作。我们再找一个游戏玩，然后我们不要玩炸弹超人，因为太久了。好，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好，你找。我来看看呢。对，空气吉他，我去。空气吉他，它就是一直。哎呀，吉他。就弹玩这个好像这个蛮像弱智的，好，你们看一下。我们每一个游戏都蛮可以玩的。仔细看，它是一个魔法的样子，只是请幻想自己是哈利波特 and 妙丽。为什么？耶！哇！这个如果他只有他会去啊，就是卡梅哈。还可以康和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就一直这样就好了？就是这样，他就是比看谁那个力量比较多出去啊。我自己左右手比的时候也是这样，会帮我。那我们这个背景音乐可以弄成哈利波特的音乐吗？我也说其他可以，能帮我们每个人的头上披一个帽子。那我们让那个，我来想一下哦。如果是这种智障的东西的话，就真的不适合我哎。他就是很想玩才会这样讲。你们两个，好，那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好，好。可是我不想要看九妹的姿势。应该是身体对迷，我怎么会知道？他是我哥，没关系，我哥。对啊，我哥，你不要故意哦。你是妹控，真的？耶！就是帽子，哎，就是帽子，好酷啊！让康子雅先对迷妹，我觉得这画面很好看，是帅哥与帅俊男美女组。来，康子雅，何姐姐，这个要套吗？这个套子好，我帮你拿。真的，真的。然后，康子雅按，按哪一个 ？L2，L2， 上面对。然后你们交换，因为你是左边，他是右边。好。Be mindful of your surroundings and stand far apart so you don't bump into anything or each other. 就好了嘛。Spin your Joy-Con to charge. 要对这样子。哦，这看起来确认之后，它就会打。When you hear the cue, thrust your wands at each other. 3, 2, 1, 来了！来！耶！谁开始了？来了！呀呀呀呀！难得走啊！哪里狗呀？我吃不了！哪里啊？我要吃呀！我被你吃了！我吃不了！呀！我要吃！你等我刚喝的。我要吃！我要吃！小妹，你刚说过了，他赢了。你刚说过他赢了，你输了。这个根本就是中二力大对决。好猛哦！看来我该让贤了。没有，我觉得杰林跟九妹。对啊，我跟九妹有让你跟 Ruby 先。好。那我来整。啊，好累哦，累。我看你们俩那样喊，我觉得你们在玩喉咙游戏。而且刚迷飞一直打我的手。迷飞有没有诀窍？有，你就一直乱喊就对了。乱什么？是吗？是这样吗？抱歉，我没事吧？没事，超级没事，超级没事。Wizard， 请加入。你这个麻瓜！ Be mindful of your surroundings and stand firm. 你这个女巫，他那个，他那个，随便讲说不能突然讲。转，你这个动作有点猥亵。你这个麻瓜，你包皮哥加油，包皮哥，挡低，包皮哥赶快点点。现在是英国的法师在对于台湾的法师。败家，败家，忘掉了。哎，开始，快点，两个这么客气，两个都是一个过来一个回去，一个过来一个回去。你手会吹吗？好难哦，这怎么跳？
对，今天有个小诀窍。什么诀窍？跟挤牛奶有点像。没有，他就是为什么他要挤，然后出去？因为身体推过来，要是没有推到底的话，你再推回去，那个康可会出来。哦，不过你看太细了吧？还好还好。小诀窍，哇。这个是八点档的恩怨决战，没错。你丑八怪，看贺青是头长得那么仙，都几岁还穿粉红色？拜托，都几岁了，肚子还这么大？快点拽了，快点拽了！哦，要拽了！九妹把帽子拿起来，头里面的头长这样。好，你是奸细吗？不，为什么？三十了，来了，三十了，三十了，三十了。你看，你们看哦，他是直接加入啊，直接发，好难过、哦。哇，你这被秒打哎、欸，真的，你怎么了？超强，废物哥哥，废物哥哥，废物哥哥，他今天讲得很顺，真的，废物哥哥哎，可恶。哎，我们要进广告吗？不要，直接玩 Just Dance 了，真的假的？啊，第一趴先让九妹跟 Miffy。好，对，因为来宾都是第一趴嘛。好，那你们两个一样留在绿棚，准备换游戏。加油啦！我们先回去那边看你们。啊，怎么选歌？威廉，威廉选，威廉选。好。不过最好看一下威廉选什么歌，因为他通常会选奇怪的歌。好，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你上次玩什么时候？一年前。他是 Plan Pa 吗？还是在哪里？不是不是，我在叶子家玩。哦，叶子好像这个好像超强。嗯，请问你是？哦，好久没有看到 Xbox。啊，我好紧张哦，我真的不太会跳。不会啊，就好玩就好啊，输给我也很合理吧？对啊。你不是很废吗？没有没有，我蛮强的，真的。好，好，好。哎，输了怎么办？就也不怎么办，我们不是，我们要下一个组次，我才有动力。我不要，我不要下组次，压力好大、啊。而且威力最会跳的来宾是谁啊？最会跳来都是主持人比较厉害的，都主持人比较厉害，因为他们跳很多次。你要小心哦。嗯。我的麦是放在桌上也没关系啊。嗯。它掉下来的话，这是不是动作越大会越大？理论上是，然后你的那个盾要剪，就是、要对，那要到那个定位要到。好。你没跳过。我都没跳过，我们两个很少玩。好啊，好 ，OK。这个感觉会。好了、啊，为什么从里面开始这么大只？哎呦，好紧张啊！紧，我目光都在九妹身上。为什么九妹的脸那么抢戏呀？九妹，他是很忙的。九妹，他是不是在跟那种线上游戏一样，自己开自动行走？九妹还蛮会的，对啊，会的哎。人叫主持人，九妹也不错。九妹太强烈了，对，存在感太重了，太重了。他们哥哥很会扭。好、哦、出现了、欸、哦，第一次出现这么哇、哦、你小心哦，卢米的手，哎、欸、我不会乱动的，好吧，哎，这九妹她跳那个动作的很会，对啊，灵活的胖子，灵活的胖子，快动作，好坏哦，九妹你身体还会扭，哪有，他做位幅做的还不错啊，哎、欸、真的是真的，他做位幅还做的还不错，真的不错，好吧，你可以去跟他学啊，你跟 Miffy 交换，有看我想跟他玩，
左右左右镜像一下。玩得很开心。小妹，你知道？隔壁超冷，今天没风。九妹，我小瞧你。靠肉的波动。靠肉的波动是什么形容词啊？面积大好半天。九妹不错啊，这样 YouTube 就有素材可以剪，真的哎。他刚刚想要多比爱心，他是我看错吗？而且他平衡嘴巴又一直张开，对，他就是他在喘气，哦，是吗？请让请给胖子一点。OK， 抱歉，我的错。他应该累了，他的脸眼神有点涣散，对，有点涣散。面积也是，对，他问我累的时候那个下巴垮下来，从某种角度看起来也像活动。他就是，我有一次把他认成活动，真的，我把他认成活动，然后我还提醒他说你的相片被盗用，讲就是广告。他说真的假的，然后他就砸我说这是果冻，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我没看错，然后去看我身体这是果冻。他下巴就是垮下来累了之后。他说还要减肥吗？我有吗？他说他要运动啊。好恶啊、喔！你看他那边给我虚哎、欸。他虚他虚。好恶，怎么好恶啊？哦，因为哇，可是他那张照片太像果冻了。好像哦、喔。聊天室动起来。动起来，动！哎，是九妹，应该也不是第一次跳吧？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吧？跳成这样，对呀、啊，扭动，乱调的、欸，哎，乱调的。啊，等一下换谁？不知道哎、欸，威力没过来，我不知道要排谁过去。还是我们自排？因为我们俩现在一定很累，欸、九妹你很会。哎，欢迎国栋回到摄影棚。国栋，栋哥来吗？从来没有这样跳过。好啊，好啊。那我跟谁先去嘞？他这样。好，那我拔个好了，防万一。哦，你们这么喘啊？你也太喘了吧！不行，哎，胖子喘是一定的。不行，好喘。对啊，我跟他应该差不多啊，我都没他那么喘。啊，好累了。问题是这家伙也那么喘，这样太累了。太久没运动了，水可以喝吗？有。我给你拿水。有水可以。你应该是第一次跳吗？第二次，第二次，是一年前我跳过第一次。那你有没有觉得刚旁边压力很大？不过我站在旁边很显瘦。哦，对，你超小只的。我已经没有力气反驳，没办法跳。我刚很认真在跳。哎，你跳的还真好。哎，对，不得不说，不得不说，他的那个扭动很好。对对。然后观众说是因为那个脂肪肉够多，哦，那个脂肪会肉的波动，对肉的波动。算了，我懒得呛你们了。观众说的哈，呛你们好累，好想梗，好吗？废物。对的啊，那等一下，你应该等一下，我已经跳过很多次了。没有没有，我大概我加起来不会跳不超过十次。那还算多。对啦，算多次啦。如果假设蜜飞是第二次的话，你偷脸很过分。可是你的 wave 很猛哎、欸。你有 wave 你知道？你我以前是跳 popping 的，你不知道吗？ popping 又胡烂。屁哎、欸、屁屁屁！你说脂肪爬屁，我也会啊。你是哎呦，刚刚杰里那个爬屁，他真的有那个动作出来，有还有那个跳舞动作。那那来拉过去回来，啊好继续。干嘛传哦？那 breaking 不要 breaking 太累 ，breaking 这个 breaking 要换那种运动服。比较宽松。好，那安全帽拿下，头转头转，我会头转到一半。他可以用肚子转啊。你说，咻，趴着，你就这样，这样子转，这样转，要狂转啊。这次，哎，我试试看。哎，这你妹啊？哎，对啊，我不是你妹吗？哥哥。啊，哥哥，哥哥。怎么了？怎么了？刚跳的不错。肚子转一下。看得出来都没有跟一些闲杂人等去一些奇怪的舞厅。你长很乖。你是说，哥哥这样就放心了？你不要他不在，真是表啦！我没说，我没说，我好期待谢杰林跳。哦，他还很会跳，他很会跳，很会跳，很会跳啊！专辑都跳成那个样子了，对啊，不错的，不错的，跳跳跳跳。他刚刚那个啊，
他那个宅身边的那个动作就是啊，哎、欸，你不要很会扭好不好、啊？超会耶，就是小孩可以抓他下体。你再宰，你宰身边一次，你宰身边，宰身边。哎呦，好呀，好不舒服哦！哦，开始了。然后画面马上转到杰里。不舒服。给他们跳。那他们两个，他子阳会跳吗？他子阳蛮会的，他蛮会跳的。他应该就是只要是动作，应该都很会。我这是比较难的版本。哦，是吗？对，你这首真的比较。哎，有分的哦，他有分的。这动作会比较多、哦，对，比较多。哇，太难了嘛！还有歌词。对。哎，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一起开始狂跳这个。好、啊、好、啊。那你懂那位朋友吗？我会叫大家不要懂那。钱还送。有钱还不赚。订阅我就好。哎、欸，你们跳一下，我们懂那些人开始了。剩下的应该都。他这抖音可以干嘛？就是好节目，下一次有那个，你看就是类似的。九妹穿女仆装跳之类的。哎、欸，我有女仆装。你真的穿过女仆装？我穿过，穿过两次。你这么爱穿啊？我没有，都是被逼的。哎、欸，我是水，他的水，他的水。我是少数男实况主穿女装没有收到任何一块钱的。因为我都不是因为抖音而穿，我都是打赌啊。赌输了，对，差死。那你还蛮常输的啊。一个，也就两次，好不好？因为买衣服都是送妹妹啊，没办法、啊，在外面光头露脸，然后当小丑。哦哦，你的伙伴，你的伙伴，快点跟着跳，跟着跳，跟着跳。我要在后面。啊，你不要打到咪飞啊！哎、欸，你这样很猥亵。哈哈哈哈哈！你给你粉笑。不会啊。好了。你不要给你在奇怪的地方吗？你都跟他跳不一样的、哦，你跳舞的吗？真的有热舞色的哦，真假？怪！你们看过很多跳爬片的男生都胖胖的，因为爬片是需要肌肉爆发，抖肉是不是？对，抖肉，抖肉，抖肉，都怕。哦，九妹真的会，可是你表情很丑。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嘴巴闭不起来了。怎么去？怎么去？哈哈哈哈哈！我不想走了，肥仔。你会晚上睡在那边想上厕所，还是很懒得洗？我一定会去，因为他们会打脸。你们可能是直接尿在床上就算了。哈哈哈哈哈！你会啊？你会，你会，对不对？睡前躺过没清干净，你就睡不着啊。对啊，会有那个胀胀。你会不会？我小时候是觉得好像梦到尿尿的感觉，结果起床之后我发现尿床。真的尿。我长大我一定要睡醒，一定要尿干净才睡。那有没有兴趣我们去砍一包肯德基尿布？不要，你现在可以尿床？没有了。你为什么需要这公章？我想说，刚好满足我的那个。不会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就有需要。哦，你也会做主做主播台，有时候做三个小时，我跟你讲，根本没办法。不能尿尿。不行不行不行，你会接收国外讯号。我不知道快打旋风的节奏怎么样，有些比赛一打一小时半，对，就可能不行。英雄联盟会这样子。哎呦，哎，他们五颗星啊！他们老熟了，五颗星正常。真的吗？我们刚刚几颗？四颗，好炫哦！差不多，不会啦，不会啦，我 OK 的啦。很好，我刚刚故意控制，我不能第一次来就赢主持人，下次再打我。你别说啊，九妹，你不要再说了。别说啊！对，等下精英就来了。等一下他来啊，来了来了，我看能不能上去。要跟他说你猥亵他。哎，跳的真好。杰宇，他刚猥亵你，他在你我怎么可能？我像那种人吗？他在你不好意思，肉汁波动先生有什么感想？你就是这种人，什么什么动先生？肉汁波动，你刚刚的新外号。我们要去跳，对不对？哎、欸，好累，跳一首，认真跳就超累，是超累，我流汗流成这样。你有没有好一点啊？怎么喘成那个样子？有好一点，有好一点。刚刚看到杰林的那个曼妙的舞步，我就整个累死了。杰林跳完完全，因为我现在很喘，没办法回嘴你什么。哎、欸，真的吗？我觉得好要趁现在赶快呛，是不是？好，那首歌很难哎、欸，不是很难，是很累。哎、欸，可是我觉得我们那首也很难，因为那首是女舞，要很妩媚。可是你很妩媚、啊，可是你很妩啊，你的脂肪超妩媚的。对呀、啊，你很。所以我脂肪可以吸一些肥仔的，就是你很，而且你刚刚有的地方很调哎、欸，你刚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个身体直接说你这是女生的动作吧？哎，可是那就是女舞不是吗？你比她还会位服，你知道吗？位服比谁 ？Sandy， 身体超
他会位服吗？他不会啊，他不是这么大，他这么大，他这样位服吗？他不会，他这么大，他不会有那种 hold 的动作，你懂吗？就是我们假设位服过去，他是过不来的。他对他可能会卡点，位补，他会有 bug， 然后他自己位服回去。欸，他会机器人舞是不是？你真的没有看过？你真的没有看过他？我有看过他的精华舞舞吗？他好像是定格的这样子，他比较硬一点。嗯，你等一下就看啊。好好。可是他跳 Just Dance 应该没那么硬啊。他跳 Just Dance 的时候比较好，比较软一点点。可是他只要跳到跟腰有关系，就会突然硬红。卡到是不是？哇！他Ruby会跳吗？Ruby很会跳。Ruby 很会跳，是假的。而且 Ruby 是用脸在跳舞。他脸很强，他脸很强，用脸在跳，太猛了吧！你说他那个脸可以让侦测到一个人，欸，他的脸，你注意看他的脸，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他的脸身上。欸，可是我听过你们这个节目长期训练，去年的大冠军应该是你们自己的。可是跟他们说很会跳的，有时候真的啊，对，因为人太多了，然后跟他背景的张琪也有关系。对啊。欸，可是不然每年这一趴的第一名好像10000多块钱，嗯，真的假的？第一年10000多块，然后我以为只有奖，有钱，因为去年那个叫赞助游戏奖，哦，真的，哦，因为办到很大，从上10000多人在比赛，哇，我觉得今年是夺冠热门应该是，应该不是，因为还有那个啊鲁六啊，老王啊，他们也会跳，对，他们去年好像，哎，今年啊，去年是没报到，太晚报了。哎，欸，Ruby 真的比较会跳，啊，我觉得身体比较像是去公园散步，然后看到别人在跳才跳，好过分。应该我也是跳的 Ruby 很明确在跳跳舞，可是你有看到，就是虽然说 Ruby 看起来比较会跳，可是现在身体高是谁看得出来吗？这一颗星都是这颗星，但是至少是皇冠啊，皇冠，哎呦，出现了，哎呦，好，下面走开，臭，下面走开。哇，身体你怎么，你多吃一点好不好？根本就跟竹竿。你好瘦，哦，他超瘦的。在卢伟旁边显瘦是不是？对，在旁边也是显瘦一点，没错。有点痛。哦，脚抛开。哦，我被摔到吗？不好意思，我这边踩到蛮痛的。马尾超痛。有没有摔跤选手是用长头发在甩的，啊？有啊有啊有啊，真的有。有摔跤选手上场的时候会先做民族舞蹈。啊，假的，欸，可是甩到近距离甩到真的会痛。有一个日本选手叫哈本，然后他是绑辫子，很长的辫子，他会打到一半的时候把那个辫子甩掉。哇，好痛哦！可是他后面要抓辫子，就会更痛。对啊，他曾经有在那个凌晨被整个辫子扯下来摔过。哦，换你们。你干嘛小张开对 Sandy 啊？你很恶哎，欸。我是看到他有点激动，好不好？请问，我觉得你旁边的人会比较激动，滑冰舞吗？还是？你脚也不防多，欸，他好脏，这个很脏哎，欸，是董是摄影师这个，好恶心，喔，很脏哎，好恶心哦，喔，还我，这你静下来的，不是，哦，那今天可以抱，好，欸，可是你刚跳舞会是不是？对呀，啊，好猛，厉害，我觉得是那个，其实每一首歌的那个难度啊。还有他应该会想要希望你的摆动幅度可以大一点，应该是他比较容易侦测到，他比较容易侦测到，嗯，没关系，他没四颗星没了，太好了，想掉脸肩膀不敢搂，而且 Ruby 超想要看那个最后谁的分数多少，他看他被比下去，哇，哎，二比四，哎，差太多了，超虐他，哎，所以我说他屌虐，他说感应不到，对啊，因为刚刚九妹还说那个，他说你比较不会跳，看得出来，结果你的分数比他高很多，明明就他比较会跳，好不好？两个都很会跳，这首之前我跟你跳过啊，跟我跳过，然后跟康妮也跳过吧？我，对，我真的假的？对，跳那么多次啊！我记得你跟康妮也有跳过，然后跳那么多。你们今天解了一个人生成就了，卢比跟 Sandy，啊，你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九妹的胯下，好恶心啊！你们回去看他，你刚才在他胯下，爆了！我要告麦卡贝，啊，我以为你要说我要告九妹，看完全不告麦卡贝，得到钱要分我一半。这胯下是他自己走过去的，是
吗？真的吗？是吗？不是吧？不是，因为你刚好你的颜色是粉色的，然后这个棚的背景又有点粉的感觉。没有，他就瞄准。我想说，哎、欸，那这样我的裤子是素色，我牺牲一下当你的背景，女主角，让你比较清晰一些。我不是很想听你讲废话，你可以赶快跟林飞再跳最后一首吗？我还要最后一首。当然啦，明天要跳两首啊。好来，你热舞色怕什么？对呀、啊。来，肌肉爆增。你要甩动你的脂肪。好好。对呀、啊，把你的脂肪甩一甩吧你。还是真的很会跳，我真的觉得每次电玩抱抱来宾，然后可能平常都不运动，来我们这边都会得到充足的运动，真的是觉得我们这是叫以后要叫什么电玩健身房好了，好不好？哎、欸，电玩健身房好不好？不错啊，不错啊，对不对？以后都要抱抱健身房，对，抱抱健身房。我就教大家坐着怎么健身，坐着打电脑怎么健身。啊、坐着打电脑就是发现，就一个人，比如说身体在那个电脑前面，然后说我在现在也在健身哦，然后下的画面一带，他没有坐椅子，他一直是在放地哦，好险，很猛哎、欸。对啊，还深一深蹲，还深蹲。对。哎、欸，有那个啊，黑人唱的，有那首歌吗？有，可是要连线啊，他连不进去哦，对不对？他连不到，对，可惜了。那我们先跳。对啊，想跳，我也要跳。我们现在就是一脸很累，不想再跳。Hands up,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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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我们就直接出外景，是像什么类似什么那个现场电玩的汤姆熊，对，他现场那个脚踏车我们自己骑，这样不错吧？对啊，跟电玩有关系。对啊，电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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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挖鼻孔的时候，嘴巴要张开一点。这首歌是那个 Just Dance 的广告曲。是啊。对对对对，就是。哎，在我旁边。我肩膀上面有酒，哦，现在变成明星。我可以自己玩电影。哎呦，冠军！太重了。哦、有没有一踩下就沉一下，对，沉一下，沉一下。谁裤张掉啊，小妹哦？哈哈哈。穿比较低啊。哇，哎呀，哎呀。他看这是师妹。师妹。超级颜值腿，这样子。师妹在里面。拍摄节目不能穿太紧。好高呗。小妹走开哦！啊，你呗，你们两个好物也太明显了吧！开呀！哦，很臭哎，是肥肥油油的味道啦！油好味。我想跟你一起跳哦！我没有，不想跟他一起跳哦！好好好，走开，过去点呐！你们两个的表情好复杂哦！你可以撑住，你可以撑住。因为快不行了，他就只能安排一个一直牵手的歌，好讨厌。对他两个是这样都是牵手啊。还好啊，那还蛮放蛮开心。感觉这九妹快死了。他快死掉的感觉。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啊，你们两个都四颗星哦！快死了，快死了！九妹，哈哈哈哈哈！九妹，他真走不回来了，他应该不行了。腰酸的腰酸的。真的。我
我们大家一直问话问九妹话，还是没有？他们无法休息，好坏的，超坏的。哎、欸，跳得不错，两个都四星哎、欸。九、啊、妹来讲讲感想好不好？对、啊，两分钟时间讲感想。刚刚一直跟弟弟牵手，你说一下感言嘛。对啊，你跟他牵手。这通告蛮好的，下次再帮我来，拜托。那本身喜欢跳 Just Dance 吗？还蛮喜欢的，蛮喜欢的，是不是？最近在玩些什么游戏？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玩了 Just Dance， 地平线，地平线，地平线。啊，跟大家宣传一下你的那个 YouTube 啊，还有 Twitch 啊，还有脸书粉丝团都讲一轮嘛。还有你的一些经营理念啊，还有未来的展望、啊。最近有在投资什么？我们不能讲太多了。最近这个台股要上万点，卡在9900点。那我觉得卖压是已经笼罩上来了，就不断的有外资的资金注入。然后呢，我觉得蔡英文政府的国家基金也持续的在涌入，想要趁着这一波民进党气势低迷的时候做一波万点的调整。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考虑进场的，好不好？谢谢，大家觉得有道理的。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太棒太棒！所以你们是财经台啊，想看真火就对了。哎、欸，你是不是一整年的量都用完了？差不多，运动量。你非平常有在玩 Just Dance 吗？没有，这是我第二次玩。哎、欸，那你跳得很好哎、欸。我刚刚一直觉得我被性骚扰呢。都对。谁敢性骚扰你？跟哥哥说。我刚说不要，然后他说你刚才说不要吗？你刚说不要吗？你知道我还边跳说，你刚说不要吗？你很帅，超变态。而且明明就是你，这是你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大 N 字开球啊！哎，真的吗？你刚超级大 N 字开球，因为他真的就蹲着那样子就很丑啊，可是没有办法，恶心跟变态。而且因为我们跳 Just Dance 男女有互动，他们牵手，啊、我们都会假装牵然后避开。他真牵哎、欸，真牵哎、欸，可是这样分数才会高。是吗？哪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我跟你讲，你没有五星就是刚刚那个拥抱，哎、欸。你妹，你干嘛这样？啊、妹妹没关系嘛，恶心，亲情是亲情啊。Oh, okay, 好啊，好，最后让一下咪菲再宣传一下你自己的粉丝团以及你要出的写真书哦。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不喜欢没有关系。大家喜欢我的话，请按一次赞。那如果不喜欢我，就按两次吧，没有关系。我也不喜欢你，不会不喜欢你，你那么可爱。好，那写真书什么时候会卖？写真书是4月1号我会开始做预购，记得里面有很多傻逼诗哦，傻逼诗哦，记得哦。你会买吗？你会买吗？会，多少钱一本？大概1000吧。哥哥，你就要先收买吧。哥哥应该先买5本吧，五本就可以买930了。那你还是买930，你多挑分几天嘛。好了好了，你只要买5本，他就可以买930了。然后结果他那一天满身粪味，我去批发一卡车的粪了，好不好？没有啦，没有卖1000那么贵啦。对对对对，不会那么贵。好，反正就是看他那个粉丝专业就可以知道资讯。那九妹要不要宣传一下呢？就刚刚讲的，还有 Facebook， 还有 Facebook， 啊，真的很闲的话 ，IG 也可以按一下。好，大家都帮他们两位来追随一下，好吗？没错，耶！谢谢小妹跟咪菲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谢谢，谢谢，有很多。首先要感谢是今日的干爹哈，嘎子粉，嘎子粉是什么？嘎子雅的粉吗？人家叫嘎子嘎子粉，嘎子粉我。OK， 他说去年礼物交换的用心让我印象深刻。哎，谢谢谢谢。JY 说哦，今天的饮料他是 JY 买给我们的。哦，对对对，他说真的很难买，还好你喜欢。感谢谢谢。还有小帅红说节目好好看。谢谢谢谢。675说看完台哥的一日当热门，直接抖内了。哇，谢谢。再来月底吃土，他说跳最差的要处罚才刺激。哎、可是我们大家今天都跳得不错、不错啊，没有最差的，对，和平和平，对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柚子的赞助商，我们要感谢 Gage Point 的赞助播出，谢谢谢谢，感谢神送赞助播出，谢谢谢谢，雷蛇赞助播出，谢谢谢谢。是的，然后呢，今天介绍的不管是练舞啊、七骑士啊，还有我们最新的神颂歌 Galaxy， 然后 C9 Pro， 大家都记得去咨询一下，好不好？去搜寻一下。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大家晚安，拜拜，拜拜。